饼院频道，我是乐饼。我们今天要来玩具开箱，就这个喽，这个爆破箱喽。我们打开吧。然后有一个这个盒子，然后呢，这就是那个要放钉子进去敲的盒子。然后这是有钉子，然后还有这个是转盘，这就是一个钉子，这就是反向回转，这就是两倍啊，这是暂停。然后呢，这个这就是三根的三倍，就是看你转到什么。加，如果你转到钉子，就要敲钉子下去。然后还有一个锤子，跟一个跟气球，还有打气筒。我还没铺好。你转到什么？九根三倍啊。三倍，没看到写三乘三根呐、啊，九根。为什么是九根？因为三乘三，这是二乘二，这是一根。好了，应该是三根了。三根呐、啊，你就打九根嘛，你也没在怕的、啊。这高速高。还有一根，哎呀，很 safe 啦！好了好了，好换Robin转啊，你再转一次，再转一次，一根呢、啊，一根一根来，Robin敲一根，我帮你扶着。好。哇，下去了。好了，换妈妈。好，两根。两根，好，放在里面。两根转完，换人。三根，好。我的妈妈在家。你输了。我输了。不是，没有听到爸。有啊。有啊。那你再敲，你敲完，敲三根，敲完，看你可以爆几颗。哎呦，没事哎。就爆一颗啊。好，我们看剩下两颗来，Robin换你。一颗。一根一根一根，这个怎么掉了？是怎样？这个怎么掉到地上？我要选这只。好。哇，敲好快啊。有没有听到蹦一下？爆了！有没有听到蹦一下？很冷静哦。我爆了一颗了。有没有听到蹦一下？我跟罗宾哥爆一颗了。有吗？我没有被吓到。对呀、啊，不恐怖吧？我们这次改放四颗，比刚刚多了一颗。OK。谁要先？谁要先？刚刚是我先啊。我先。Pass， 给我 Pass。我要玩一根。我要玩这个。好，来。我们两个都来吧。第一颗就爆炸是怎样？哎呦，那就不用比了啊。换罗宾。转。还可以这样转啊，一根。哇，没有蹦好了，换我，不然就会爆三根，你要爆两颗，然后你就会变成爆炸。你现在已经爆两颗了，你买茶好不好？好啦，再一根，要三根，好恐怖哦！好啦。打不下去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好恐怖，好像吃到气球。三根居然没爆，我的妈！你是不是该输了哈？你已经爆两颗了，我看好了，是这四颗你能爆几颗？三根啊，三根祸从口出。这个你那么好打？下去了啦。
好，肉饼换你。对，你要自己作弊，你要自己一根一根。这个安全的、啊，对。气球拿下来啊！你不要一次打两根哦。好，没事了，没事。好，换我，换我。唉，要来个 pass 或回转之类。一根，好，一根，两根，一根一根一根。你看箭头偏偏这边呢。一根一根，这个好了。妈妈赢，妈妈快点赢，妈妈是谁？好，回转，换你。又是我。你龙龙说是你，一根，你一根，你我要打哪里啊？这里这里，啊这里好了，这根是 safe， 这里比较安全。啊对，手手手，看打这里，我怕打到你的手。好了，一根了，可以打，快点。你要打哪一根？这个安全的啊。我觉得这个比较安全。可是这个安全吗？用力敲，用力敲！你吃饭的力气都拿出来敲。不会啦，剩一点你就不会倒了。好，换爸爸。来来来来，哎，你就直接爆了吧，你就全部打下去就好啦，你还要转什么？好危险哦，两根。四颗爆两颗了，巧克力，这里面是有饼干的那种巧克力，很好吃，还有富士山形状，看这里就可以看到。一口，这样，一口，当，哇，它里面还有这个包装哦，很不错哦，这就是富士山形状的巧克力哦。它整个包装都有跟富士山的形图案有关系，样子有关系。它的那巧克力形状也是做富士山的样子，上面白白的就是仿造白雪。我要吃了，吃，吃一口。啊，让我咬一口。它里面是那个。巧克力饼干，不，你把它整个吃完。它里面有包一层饼干，外面裹着一层巧克力，而巧克力不会很甜哦。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喽，这个就是我妈妈气球爆破箱。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，要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旁边的人都按下去哦。我是罗宾，我是李内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